不光是浦东，静安和徐汇两区今天离婚人数也骤增。很多人我们有的预立预判措施，这个预处理措施的。离婚登记是没有办法预约的。那您人多不啦？很多。啊，徐汇区人这么多啊？懂的呀。为什么这么多夫妻赶着办离婚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房产中介人员告诉记者，市场传言楼市调控政策会加码，因此一些夫妻抓紧时间假离婚，以便再购买一套住房。传的版本是针对